淡溪动物防疫保护处伫林森路甲联农区举办“宝贝犬猫让爱飞跃2015”动物保护双德活动，市长赖清德亲自参与活动，并呼吁市民爱对动物有爱，才能做伙解决流浪狗所造成的环境甲健康问题，并且予因优先的环境甲生存空间。如果大家心中充满了爱，来处理流浪狗，那当然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那第一个根本之道，就是市民要响应，市民要对家里面所养的狗或猫要有爱，你不可以随便弃养。你爱它，就要好好在乎照顾它。你要根据你政府的规定，要帮它植入芯片，要帮它打预防针，要把它照顾得很好。这个是第一个啊。你不可以说喜欢的时候去买啊，然后去领养，你不喜欢的时候就直接把它扔出去。如果市民啊，第一个没有做好。我们再怎么样努力都是事情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市民，你如果想要养宠物，不管是猫或犬，优先来动保护领养，比去宠物店买这来得好，大家懂不懂？第三个，宠物店。在卖的这种宠物，我们也希望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，应该植入芯片就要植入芯片，应该要打预防针就要打预防针啊。如果第三个做好，一二三如果做好的话，那弃养的狗或猫就会越来越少，那我们动保团体或政府来做就会比较容易啊。我今天为动保团体甲志工颁发感谢证，活动提供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、动物登记、义诊、义心美容区甲狗啊、猫啊领养。